老婆，你呢排咪好攰呢？唔系啊，做乜啫？唔攰就啱啦。不如我哋试啲新嘢。咩啊？日光日白。咁咪一天都黑晒咯。跟我嚟啦，坐低。好啦，我哋先入嗅觉开始。闻下，闻到咩味？有啲柠檬同埋椰子味咯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开始啦。好，你瞓低少少啊，再低啲添。好 ，hold 住。哇，你黐线噶，咁样会湿晒噶喎。乖啦，乖啦，我帮你按摩一阵。咁好服侍，系咪做咗啲咩亏心事啊？老婆，你知唔知洗头水最紧要系咩？即系要好似你咁识得收放自如。不用說你都知道，當水沖下去的時候，頭髮的毛鱗片就會開，但這支 Abition 洗頭水裡面有有機深海兩設齊油，可以在頭髮的表面形成一層保護膜，保持毛鱗閉合，鎖緊水分，那些頭髮就又軟又光咯。得未啊？你剛才說的那些我都知道，鎖羅門油嘛，又有再生能力，又可以保濕，還有多泡啊，這項鋪不知多好用。哇！使唔使攞咁多啊？唔好咁心急啦，你仲有啲營養未補充噶嘛？呢個係高蛋白奶色，唔好心邪，思想潔淨啲，拎過嚟。啊，唔係呢邊，拎轉。我意思係頭髮用嘅蛋白質啊。呢支 Abition 激活蛋白重建髮膜入邊咧有個專利成分叫做 City Stem， 同埋仲有三種植物活性蛋白質噶。你啊，你平時成日唔食嘢，個人冇嚟營養，瘦猛猛咁，呢個咧可以幫助補充氨基酸，可以維持頭髮嘅健康，對抗污染，啲頭髮都硬啲啊，冇咁易脱。啊，老婆，仲有，我上個禮拜買架車落咗訂。嚇！吹頭嘅時候，你會發現頭髮好似羽毛咁樣又輕又軟，你亦都可以加埋 Abition 嘅 Hair Serum。保护头发，减少毛躁，令到头发更加贴服同埋有光泽。